大家好，今天来到这家是卖红鱼，还有我们的龙鱼，还有一些雷龙那些鱼吧。不多说了，马上进去看一下。走，先进来看到的这种是猛鱼，这个好像是苦，跟那些什么河苦还是水苦啊？这么多鱼食，看没有？看一下它的牙齿。好像看不见它的牙齿哦。好，进去看一下。哎，呢啲系咪铅笔啊？呢个七彩海象啊？哦，呢个是红鱼仔，这是小红鱼，这种好像是一种七彩海象。呢个叫咩啊？哦，白金梦幻，白金梦幻。然后再看一下，这些是河苦吧？这些是水苦还是河苦？这些都是猛鱼。哦，好了，这边也是红鱼。老板，这是小的红鱼要多少钱一条？要个600。哦，这个是要600。这些？这些600。现在最便宜的是多少的？有便宜的就是，我给你看一下啊。最便宜是哪个？它前面开嘴的就是给你380，在这边。哦，380。最便宜的是380。好，我帮别人问一下而已。那这种跟这种不一样的吗？那个是黑金，这个是纯水皇冠。哦，纯水皇冠。哦，这些还要更贵，1000多。好，看看。这个叫什么？皇冠。皇冠。对，纯水皇冠。纯水皇冠。1000多就要。这些都是红鱼，啊，哎，这里面的是吉螺吧？啊，只是蓝吉螺。蓝吉螺，哦，这个要多少钱啊？蓝吉螺？这个140。140啊？都是野生的。哇，这个已经发蓝了，真的。哦，这些好胖哦，看一下。好了，哎，这种是我们的二雀鳝吧？这种是白化二雀鳝。好了好了，下面的也是一些红鱼。哎，是啊。然后这一边的话有一个超大的缸，这种叫什么名字了吧？哪个？这种。这个，黄金梦幻雷龙。哦，黄金梦幻雷龙，这个要多少钱？这么大一条？这个1200。1200。对。哦，这个这。600。哦，这个缸大，这个缸。这种是什么龙鱼啊？这个吗？啊，黄化白子鱼。哦，黄化白子鱼。看一下。这边的话都是卖一些猛鱼。为主的，就是，感觉还是蛮好看的。现在继续去下一家去看一下，走了走了走了。